啊，主席、苏院长、张院长、行政团队、各位委员、先进、各位媒体记者，大家早安。在今年的春节里面呢，大家虽然这个迎接新气象，但是呢，也为南台湾的一个强震受灾者在祈福。我个人非常的痛心啊，因为一再呼吁政府应该呢加强对于地震的防灾以及地震的预防措施呢一些作为呢可惜过去都没有受到重视，所以我在这里呢呼吁呢我们政府应该正视土壤异化的一个严重的问题的浮现，所以在这里诚恳的来呼吁未来的新旧政府呢能够秉持过去的一个地震的一个经验呢，能够呢加强来汲取教训，即刻来规划更周延的一个防患的准备工作，尤其要正视本次地震所引发的土壤异化的现况。大家或许会认为只有西部会土壤异化，可是宜兰县政府